走着。主题，脱裤了。吃个鱼肥油。
路过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们，你们好，刷到就是缘分。我是来自福建的小鸭，如果不讨厌吃播的话，辛苦大家把屏幕点两下再走，喜欢就加加关注。小鸭在这里感谢大家啦，谢谢各位叔叔阿姨和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们，感谢。牛骨髓，最后一口。拜拜，下个视频见哦，拜拜。吃一个我家乡的特色小吃，福建的特色小吃，金包银。糯叽叽的，里面包有香菇干，萝卜干。好好吃，糯叽叽的。